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。师父上人录音，二零一五年五月。 我们看到这本《僧赞僧》，是红林法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的。这本书是替我写的小传，所以世间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，没有这么多的障碍，就不可能。 有这本书出现，这本书出现很有价值。我这一生点点滴滴都记录在这里面。我想跟你们谈的，是这里头没有的部分，很多人不知道的。我的老家。 在安徽庐江县金牛镇，我是民国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生，一九二七年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已经衰了。我三岁就离开家乡，离开老家，以后。 再没回去过，所以老家的印象很淡薄。二零零五年，我回到安徽老家去看看，土地还在，房子没有了。以前是个四合院，我看到一堆瓦。 是老房屋拆下来的瓦，堆在那个地方。附近的人告诉我，这些瓦都是从前老房子留下来的。我看到了一堆，是个大家族在那里住了不少代。我父亲这一代摔了。 我们离开老家，就迁居到现在的顺港。徐善洲居士在那里建立一所观音庙。我在顺港住了七年。十岁随父母离开安徽。父亲那时任福建建瓯县政府主任秘书。 所以，我们就在福建住下了。小学是在福建读的，中学读了半年，我记得是十四岁就失学了。这正是日本人侵华战争爆发，当时县长也换了，我父亲也离职了。 他从军抗日，军队里头还有不少他认识的人。跟我们家里关系最密切的是五十七师的师长师忠诚先生。我父亲跟他是早年同学，是在山东讲武堂。 父亲早年告诉我，他这一生走错了方向，就是常常换职业，党政军都干过，没有在一个地方一直干下去。所以，抗战爆发之后，他再回到军队。施先生跟他同学。 是师长中将，遇到施先生，施先生就邀他到五十七师，老朋友在一起，委任他担任侦察队队长。五十七师侦察队队长以后转任军械官。 在重庆军械人员训练班学习过，以后就任职师军械处。他离开职务的时候是中校。他说：“这一生亏吃大了，无论干哪一行，一直干下去才是正确的。” 他告诉我，他的失败给我做借鉴。一个人一生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才能成功，千万不要常常跳槽换行业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做学问也是如此。 如果是一门深入，决定有成就；涉猎很多，好像尝试很丰富，一样也不能成就，都是一个道理。这是老人给后代宝贵的教训。抗战期间，我们属于流亡学生。 那个时代，我家四人分散在四处。父亲跟着军队，军长是王耀武。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，八年，常胜军没有打过败仗。所以，这个军是最好的一支军队。 那个时候，中国有五个军，但是四个派驻在国外，在东南亚，国内只有这一个军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在解放战争中，他在山东全军覆没，什么原因？傲慢，瞧不起共产党。 日本人那么厉害，八年跟日本人作战，没有打过败仗，所以这是轻敌。兵法云：“骄兵必败”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我父亲在这场战役中，正好他是四十五岁。 算命先生讲的，我们家里四十五岁是关口，他过不了四十五岁，所以他就请假回老家去休养，逃过一劫，但是无法逃过命运。那年，他病死在故乡，年四十五岁。 我父亲四十五岁过世的，我伯父，我父亲的大哥，也是四十五岁过世。大哥大他十二岁，都是属兔的。我的祖父也是四十五岁，所以，我晓得我们家这三个。 伯父、父亲、祖父都没有超过四十五岁。有人给我算命，也说四十五岁寿命到了。我非常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所以出家也就把寿命定到四十五岁。为什么？ 四十五岁以后没有了。出家缘由，我是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这个缘分也很特殊。我知道他是桐城派的后裔，方苞的第十六代，是当代的哲学家。 桐城距离我的老家很近，金牛镇距离桐城只有四五十里，距离庐江县也是四五十里路，公里大概是三十里，所以这个地区全都是属于桐城派。桐城派。 就是读书的风气好，所以乡下的小孩，乡下都有私塾，都念书，都还不错。我们这一族姓，居留在庐江，大概现在还有五千多人，真的是大家族。但是。 现在家没有了，过去五代同堂的家没有了，祠堂也没有了。现在有些族兄弟们想把祠堂新建起来，好在家谱还在，这就是徐业春小弟的智慧。我问大众，谁知道家谱？ 文化大革命要烧家谱，叶春那时只有十几岁，到祠堂里把家谱偷出来，没人知道，然后把它埋在地下。一直到我们见面，我问大家谁看到家谱，他说在，在哪里。 在他家里，我说：“赶快挖出来，拿来给我们看看。”线装书这么厚的本子，三十四册堆起来有这么高，三十四册真难得。在国外的同胞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。 最担心的就是家谱的存亡。如果失传，几千年的祖宗一脉相承就断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非常可惜。当我们看到家谱上的记载，我们徐姓是皇帝的后代。 徐姓属于皇帝，皇帝二十五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昌邑，我们是昌邑的后代。现在我们看到之后，我就把它复印了三百套，再不会失传了。现在这次修谱。 国内印了一份不很理想，我们在台湾重印，现在正在校对，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。我父亲祖父死得早，我们没见过面，见面是属祖，我祖父的弟弟。 叔祖，我跟他见过面。那个时候，晚年他住在祠堂内，好像当过县长，也可以说一生没什么成就。书还读得不错，诗词歌赋都写得很好。我们在乡下，住在乡下。 草屋很小，我三岁迁居到顺港，十岁离开。小时候虽然没有读书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，孝悌忠信在农村里头还保存良好。母亲大人。 见小孩做错事情都会教，连路上的行人遇到我们小孩打架吵闹的时候都会教训。那个时候的风气，我们家里父母看到了，一定会给他道谢。这都是我亲自经历的。 上学，我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，应该是七岁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，私塾只有一年，一年之后私塾取消了，政府在农村里办短期学校，两年毕业，短期学校我念过。 学校里头还有公民这一课，这个里头就有伦理道德教育。以后大概两年以后就没有了。我在福建时，公民课就改成社会，公民课就没有了。那时候刚刚改的。 前一年，小学生有公民这个科目，第二年就改为社会。我念小学是从二年级插班的，小学五年，我记得换了四个学校。当时有个老师很喜欢我，教音乐的老师，他调到哪个学校去教？ 就把我带到哪个学校，所以我就跟他四年，四年学会看五线谱。以后我就离开建欧，抗战的年代，我们沦为流亡学生，一家四口住在四个地方。我母亲跟着军眷的队伍。 我弟弟到广西去了，广西有个子弟学校，到那边去念书去了。我跟我父亲在一起，跟着军队住在湖南，湖南住了好像有三年，我对湖南很熟，东面西面都很熟。八年抗战。 我走过十个省，完全靠走路，所以这身体就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。每一天至少要走六十里，多的走一百二十里，一个星期休息一天，全靠腿走路，走了十个省，所以。 看到老百姓的贫苦，印象深刻。我自己十四岁失学，再就没有机会读书了。那时找了个工作，文书，给人当文书，工资虽然很低，还可以管吃管住，也是政府机构。 多余的一点钱还可以寄回家。一直到我父亲军队参加浙江金华那个地区有一次战役，他们参加了。我们趁这个机会就跟着军队了，跟着军队一直到贵州，到湖南芷江，我们就到贵州。 去国立三中读书，校长周邦道，当中三年失学，算是比较安定了。但是只有一年，一年抗战胜利了，学校解散了，国立中学都收流亡学生，个人就回个人自己家乡去。 我就回到南京，那个时候家住在南京，我就在南京第一中学念初中三年级，所以学历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初中毕业之后，高中念了半年，解放战争爆发，国共的战争又要逃难。 我那个时候二十岁，虽然读书不多，阅历比较丰富。这个十年的经历，遇到很多事情，我的思维敏捷，反应很快。七十四军全军覆没之后，我就知道共产党会统一中国。同学当中。 有不少加入共产党，找我，我说手段太残酷了，我不忍心杀人。土地国有，这是我们的理想，但是何必杀人？用和平的方法，有五六年，顶多十年的时间，土地就完全归国有了。 可以用这个方法限制地主。你现在有多少土地？你只可以出卖，卖给谁？国家来收买，不能扩张。你传个几代，传给儿子，传给孙子，一分家，分到最后就没得了。 我提出来这个看法，这个看法能得民心，人民真的拥护你，全民拥护，所以我就想往外国。正好孙立人将军在南京招收知识青年，我跟他这个军队到台湾，他那个时候。 也好像招收一共有两万多人，多半是中学生、大学生，以这个为对象。那个时候没有军人身份是不能进入台湾的，台湾太小了，需要年轻人去保护、保卫台湾。这样我就到台湾来了。 我到台湾第二年，有这么一个机会。那个时候，国民党新办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，我是经由朋友介绍到这个机构服务，担任文书工作。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对我很好，也很器重。他是主任。 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，小办公室，两张大桌子。我跟他坐面对面，当中是蒋先生的办公室，对面是教育长的办公室。我进进出出，这就看得很多。第一年刚进去，还有朝气。 第二年之后就不行了，就有一些人将它当作升官发财的平台，朝气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，我还有不少朋友，我都劝他们：你们在台湾有钱买地，在这儿生根，回不去了。 这是很好的朋友，我都劝他们。后来果然，这些人很后悔，没听我的话。听我的话，他们都发财了。那个时候土地好便宜，一平土地是一两块钱。他们认为两三年就可以回去了。 我一看不行了，所以我离开。我在那个单位工作了八年，我三十岁离开的。我是二十六岁认识方东美老师，从方老师的授课才认识了佛教，知道佛教是人间最好的教育。 没有人乘船，真可惜。他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精华。同年，我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将来从事哪一个行业好。他就劝我出家，他说。 你没有牵挂，一个人在台湾出家，告诉我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。我们的成就就得利于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其他长处没有，基础也没有，都是生活在动荡的时代。 在一个地方能住得安稳，不会超过一个月，真的跟游牧民族一样。在台湾才得到安定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。张家大师教我去读释迦谱，读释迦方志。 告诉我，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不认识，你把路走错了，走歪去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一定要先认识老师，才不会偏离正道。我读了之后才知道，才真正相信佛教不是宗教。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我们这样肯定他，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他有教无类，不分国家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来求教。 他都欢喜教你，而且不收学费。他自己率领这么大一个团体，日中一时，出门托钵，树下一宿，这是最好的榜样。现在的佛教各具山头，互相毁谤，自赞毁他。 这是佛法衰相。佛表演的那个正确，没有寺庙，大家全心在道上。为什么？没有好争的，这才能成就。所以道场不是好事情。古时候道场是属于国家的，最初。 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寺庙是国家建的，是国家管理的，出家人在里面修道、讲学，真正是学校，把人民都教好了。所以，蒙古《大藏经》序文里头写的很清楚，它记载的。 是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三代的帝王都是用儒治国，用佛教化人民百姓，用道祭祖先，祭祀天地鬼神。他把儒、释、道都派上用场了。正确，人不忘本，纪念祖先不忘本。 纪念天地鬼神，把自己的孝心扩大，不但对人，对一切动物，对一切植物都那么样的尊重尽孝。对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？对老师哪有不尊重的道理？所以，这三教是教育。 说宗教要用中文宗教的定义来说是真的。中国宗教的意思好，宗教定义有三：一就是主要的教育；二重要的教学；三尊崇的教化。儒释道三家都是当之无愧。 跟外国宗教确实不相同。我出家之后，我去见方老师，方老师一看，说：“你真干了。”我说：“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来试试看。”真干了，只有方老师一个人看到我欢喜赞叹。 你的路走对了。以前我那些长官、老师、同学都说我太傻了，太迷了。佛可以学，不能迷到这种程度，没有一个赞成的。可是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他们到退休的时候碰到我，都说。 你走对了，你的路走对了。确实，成功的秘诀就是诚实，就是真诚，听话，就是老实，真干，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就不怕没有成就。我学佛的根基是张家大师奠定的。 跟他老人家三年，送他往生了。学教、讲经这些基础是李老师传的，跟李老师十年，这个十三年，老师在台中用心很苦，我完全能理解。在台中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。 就是大专佛学讲座，这个讲座的缘起，这本里头没有，他们没有记载，没人知道缘由。是台湾大学学生成立一个学佛社，叫晨曦社，学校准许他们正式成立，就是大专学生开始学佛，领导的是个教授。 周宣德先生，周老师跟李老师是老朋友。他在抗战期间，这个国立中学、流亡中学不少个。他是第八中学的校长，我在第三。周邦道是三中校长，所以大家都很熟。他到台中看老师。 把晨曦社这个信息传到台中，那天刚好我在做，就是我们三个人。老师听到非常欢喜。大专学生，这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们学佛说明什么？佛教不是迷信，迷信怎么大学生来学佛？所以欢喜。 谈完之后，周宣德老先生回台北去了。我们把他送到车站。回来之后，我就跟李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这未必是一桩好事。”李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说：“怎么不是好事？”我说：“那是大学生，万一指导的人。” 把佛法讲错了，讲歪了怎么办？谁有方法把它纠正过来？老师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就很严肃，一句话不说，停了大概有五六分钟，告诉我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怎么办？”问我怎么办？那时候。 我们刚刚建立慈光图书馆，佛教图书馆在台中成立了。我说，我们图书馆可以办佛学讲座，利用星期天，台中地区走路可以能来的，我们中午招待一餐午餐，上午、下午都排课程。 能够走到图书馆的这些大专院校，他们可以报名参加。星期天全天开课，是每个星期天上下午，每个星期天办一次，一直办下去。寒暑假呢？对，全台湾的，看我们宿舍能容纳多少人。 我们就招多少学生，从四个人开始。我们办这个慈光讲座，第一届四个人，第二届十二个人，第三届二十多个人，第四届好像有一百二三十个人，渐渐兴旺，办起来了，就用这个方法。 老师接受我这个建议之后，他就常找我怎么安排课程，找谁来讲。徐醒民、周嘉林是我推荐的。老师说行吗？我说怎么不行？大专学生学佛才不过四五个月，这些学生跟您四五年了，学了四五年。 教四五个月的还有什么问题？老师就同意了。另外有两个老教授，也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学佛都学的不错。课程正式起草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教得认识佛教，两门课，一个是李老师自己编的。 大专讲座十四讲，那就是认识佛教。什么是佛教？介绍给大家。另外是佛经中的，取一部八大人绝经《八大人觉经》。《八大人觉经》一共只有八条，经文不长，但是它有大乘、小乘。前面两条是小乘。 后面六条是大乘，这是佛经中的，取出介绍佛教。另外就是解行两门，解门两种，因为对大专学生要适合于他们兴趣，一门就是《白法明门论》，法相中的；另外一门《般若心经》。 这是性宗的，性相两宗都有。另外有关修行的，就是念佛，《弥陀经》老师自己主讲，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也请一个刘老教授来讲，《解门心经》，我就推荐周嘉林，为是。 我推荐的是徐醒民，他们两个人老师都接受了。徐醒民、周嘉林来找我，不行，那是大专学生。我说：“你怕什么？虽是大专学生，佛学他是外行，他是初学小学生，你怕他干什么？” 这几位，只有一位讲《普贤行愿品》的刘老师没有找我，其他的三位都是我在幕后帮助他们，他们遇到困难都找我，我那个时候简单写一些笔记供给他们做参考。这个讲座一直办了十几年，李老师。 没有叫我上台去讲课，这都是智慧，是学问。我要到那里去讲呢？讲的不好没有事，要是讲的比别人好，我在台中就住不下去了。这是老师不排我上课的原因。可是李老师有一堂课，他只上了第一天。 以后叫我代课，这是什么课呢？答问。同学听课有问题，每天有两小时为之解答。这一门课无从准备，上这堂课两个小时，寒暑假开的这个班，学生我从第四届的时候就带这门课。 带老师解答问题，一百多个学生，那个时候还有研究生，有六个研究生。我只是上课之前养足精神来应付他们。反正遇到难题的话，后面还有老师。暑假办的这个班，四个星期，只是一个月，四个星期。 结束的时候，我给同学们说话，我说：我总是想每天接受大家的提问，总会有几个问题我没法子解答。没想到这一个学期下来了，你们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。古人说“后生可畏”，这样看起来。 你们也不足以为，我是鼓励大家。同学和我相处的很好，所以老师教导我们学讲经，在经学班中，我等于是经学班的辅导，因为老师教课很严肃，你要全部精神去听。 你要没有听懂，你再去问他，他先打你，打完之后不讲，叫你什么？下一次好好用功听。若不专心，未听明白，老师是不讲第二次的。不要以为顶多挨打挨骂，老师还是不会再讲的。那怎么办？ 来找我，我来跟大家解答，所以我就变成他的经学班的助教了，变成这样的身份。我那个时候年龄轻，记忆力好，老师讲的东西我听一遍，几乎全部能记得。我复讲。 从头到尾把它讲出来。老师讲一个小时，我能讲五十五分钟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所以，我练习讲经不在台中，而是到台北、到台南南部，与他们不相同的地方去讲。学东西有机会不能不知道。现在。 这种极度障碍，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严重，真不容易。佛门为什么出不了人才？我们太清楚了。我能够立足，没退转，就是得利于大专讲座。十几年，我认识的同学上千人，在这个时段中间，道安法师。 在台北办了个大专讲座，他任命我担任讲座的总主讲。那个讲座四位老师都是出家人，道安法师自己担任一门，我担任一门，还有两位法师：治愈法师、印海法师。印海在洛杉矶。 跟我也同年，他生日最小，十一月生的。我们四个人教，我在那里教了四年，所以认识的同学很多。这些学生以后出国留学，拿到学位，在外国就定居了，有几位热心佛法的。 把我在台湾讲经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有录音带，带到美国给大家听，给这些同学们听。同学们听了就来找我，所以那时美国的法缘就是这样成就的。同学们分散在各个地区，我到美国。 每个地方讲十天，我讲经是一个星期到十天，我就离开了。所以当地这些寺庙法师对我都很客气。为什么？一年来一次，一次就十天，然后就走了，对他们没妨碍，对他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 你要是住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害怕你了，那是抢信徒，就害怕了。所以这样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每年去两次，转一大圈，这样奖金没有中断。这个缘，其他人都不可能。你没有出名，谁请你？ 我们那个时候到国外去，我的要求供养不收，飞机票你出，交通你负责，吃住你负责就行了，其他的一分钱不要，这样减轻大家的负担。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几年，在美家奖金很困难，都是利用晚上。 只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他们假期，其他的晚上下班之后吃过晚饭来听经的就不是很多人，能够有五六个人，法缘就很盛了。有五六十人就不错了，多半都是五六个人，十来个人。 这就是大专讲座对我帮了很大的忙，广结善缘。韩馆长过世之后，我住在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三年半。李牧原居士给我介绍新加坡的九个宗教，我家家去拜访，每一家去拜他们的神，供养一个大红包。 十万新币，我团结宗教用了一百万新币，值得。把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组团带他们去旅游，这是团结最好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平常这些人都是宗教领袖，很不容易见到面。 出门旅游这十几天，从早到晚都在一块儿，什么话都谈，真变成朋友了。这个钱是值得花的，旅费费用我拿钱请他们去旅游，他们真的很困难，没有钱。我们十方供养虽然是不多，集起来。 办这个活动够了，这个活动多有意义！澳洲那个时候，移民部长听说我在新加坡办团结宗教做得很成功，他很欢喜，要我到澳洲去帮助他们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。我的澳洲签证。 是在香港办的，那时候临资当会长，这个澳洲的领事心里不平，因为部长打电话给他，我这个案件限他两个星期办好，所以拿他上司压他，他很不高兴。最后我们见面，这个签证。 是在他办公室教我的。中午在一起吃饭聊天，聊了两三个小时，他才完全了解我们跟部长没关系，跟部长只见过两次面。案件速办是部长的意思。这样到澳洲去了。到澳洲之后。 跟学校以及尔后与联合国结了缘。澳洲政府很聪明，把他宗教族群这个事情交给大学，由大学来调停。所以我就常到学校去，跟校长这些教授就搞得很熟，常常在一块儿聊天。 也帮助他们解答问题，好像也没有被他们问到，所以最后校长要送博士学位给我。我最初是拒绝，我说这个东西对我没用处。他说有用，我说有什么用？他说希望你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。 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样我才接受了。所以这一生想到什么，不见道场，对的；不收出家徒弟是对的，完全正确；不接受供养。现在听众多了，国内有些人确实是认真做了调查。 听众超过一亿人，这些人寄来一点钱，我们在这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供养全用在佛陀及传统文化事业上。想到佛陀当年在世，他归弟子之中有十六国王，都是大国王，哪一个人？ 都想给佛建个道场，佛不接受，请他去讲经可以，讲完就走路，只有这个才能把佛法兴旺起来。道场的流弊很多，管理要操心，这方法绝妙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想得出来，他做给我们看。 我们要把它看清楚，要真正能体会到菩提道上一帆风顺。大道场，世尊在世，皇宫、皇家的别墅，可以在那里讲经说法，讲完了就走路，跟信徒除了教导修行仪式外，不发生其他关系。 这是正确的。我在台中，李老师照顾我，就像父亲一样。明年是他往生三十年，江一子跟徐醒民想做一个纪念。明年在台中做人一个大原则就是真诚，真诚的人决定不吃亏。 要用真心，什么事情都能成功，而且都会顺利。忘心会惹很多麻烦，别人用忘心对我们，我们用真诚对人就没错。